国际冠军魔术师甄泽权将于2016年8月27日星期六晚上8点及8月28日星期日晚上4点莅临大庄家剧场，以精彩魔术表演与众同乐。甄泽权是新一代的著名魔术师，他的魔术表演不仅限于舞台上经常看到的刀具美人，他也以日常生活所接触到的物件作为魔术的道具，加以源源不绝的创意，灵活地运用及设计出各色各样的精彩魔术。他更在欧美各地屡获殊荣，夺得多个国际魔术公开大赛冠军，并荣获魔术界有奥斯卡之称的梅林奖最佳舞台表演奖。他甚至打破健力士纪录，创下全球最大魔法学堂及极速水中解锁逃脱健力士世界纪录，故有港版大卫高博飞之称号。甄泽权并于本年新春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猴年春节元宵晚会，以一系列创意科技用品为题做魔术演出。万勿错过甄泽权在大庄家的精彩创意魔术表演，他将施展浑身解数，让您欣赏一个最精彩震撼的演出。票价分别为98、68、48美元，预免项余，请火速订购表演门票，购票可致电626-284-4861，查询有关详情可致电877-711-2946，或上网至www.pachinga.com。